在这个九龙吃个饭都。谢谢谢谢你，你买的跟哪儿啦？哦，谢谢。哦，还有陆一双吗？还有陆一双。我还有朋友呢，还这样。哦，我还要等你，我两点半。我们两个下午四五点。哦，那个，这个美女家的樱桃。对哦，俺感觉很洋门儿，听见吗？俺只看抖音的嘛。那人他不看我们今日头条，是吧？送啊，送的樱桃啊，好甜呀，樱桃。对吧？嗯，明天的。我杨坤的是吗？杨坤是啊，我杨坤的过来，我在这九龙来办点事。哦。哎，有吗？你不是在做的吗？啊。我是把你放杨坤的。杨坤是杨坤的是吗？啊，我在这儿办点事了。嗯，这个多少钱？好钱？他们以前都是在我们儿子的。每个地方不一样。嗯。有点贵。讲完你，一会儿把它吃完。来。八十五吗？八十啊？八十五，是吧？我说八十。